职场上他冷酷毒舌，我们需要的是像狼一样的新人，而不是绵羊。你不适合 MH。情场上他却傲娇纯情，你说今天的面试官就是小时候青梅竹马的守护神？他才不是守护神，从小学到高中这个人一直就是我的噩梦。十年暗恋，平时那么要强的战神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。勇敢追爱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你这么笨的人才发现不了的秘密。甜蜜爆表，怦然心动的职场磨难史，东森超市半是蜜糖半是伤即将甜宠来袭。